嘉安乡南滨路一段，除了是花莲县南北通联的重要道路，也是许多热门景点的必经要道。庞大的车流量也让交通事故是频传。在日前就有游客疑似差点错过路口，在连续切换车道之后是直接急转弯，当场撞上了直行机车，造成了骑士直接喷飞倒地。黑色轿车好端端的行驶在左侧车道，就要开到路口时才发现好像开过头了，紧急打灯连续跨车道，结果下一秒直接撞上右侧直行的机车，骑士惨遭猛烈撞击，在地上翻滚了好几圈，机车更是失控打滑喷飞到对向车道。怎么走的？我直行车，他转弯车。我看后照镜的时候没有看到，可是我转过去的时候就跟他撞在一起了。骑士通道讲话有气无力，驾驶则供称因为视野盲区才会没有注意到后方机车。车祸地点发生在花莲吉安乡南滨路一段与华中路口，10号下午5点多，26岁的范姓驾驶开车载着4名朋友到花莲游玩，原本行驶在内侧车道，疑似差点错过路口，为了紧急转弯，范姓驾驶就连续横跨车道，想要右转华中路，就与后方20岁的赖姓骑士发生擦撞意外，骑士当场倒地，机车惨遭喷飞。赖姓男子身体多处擦挫伤，送门诺医院治疗，双方酒测时皆为零。幸好双方都没有大碍，但其实这个路口在今年二月就曾发生大车撞机车，导致骑士惨遭碾毙的死亡车祸。如今才刚过几个月，同个路段再度发生意外，只盼每位用路人能更加注意路况，避免酿成悲剧。记者林千羽、徐丽琴，花莲报道。